大家好，欢迎走进小明说电影。1431年5月30日，一名少女被熊熊大火燃烧包围着，因被指控为异端邪说而遭到审判并处以死刑。她就是英法百年战争的法国传奇女英雄圣女贞德。这一真实历史在1999年被导演吕克·贝松拍摄成一部历史电影。其实更早于1999年版的是德莱叶执导于1928年的《圣女贞德受难记》，当时被誉为电影史上探索人类灵魂的密度最大的一部影片。14世纪爆发的英法战争持续超过百年，法国节节败退，大部分国土都被英国占领了。就在这个时候，1412年1月6日，圣女贞德出生在一个叫做邓雷敏的农村。数年后，贞德已经长大了，她从小就有点与众不同，她不爱布娃娃，也不爱捉迷藏，最喜欢做的一件就是每天跑到教堂里做忏悔，这是她与其他小伙伴的不同之处。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非常善良执着的小女孩。她不仅每天跑教堂，并且还有一个大人们看不到的小伙伴，并认为那就是上帝，每天的快乐让她慢慢长大。就在这天，风和日丽，她跨过羊群，跨过花田，跨过小溪，躺在一片草地上。这时贞德的神迹和幻想就开始了，她听到了奇异的风声和钟声，闭上眼睛能听到上帝在呼唤她的名字。当她醒来时，在附近捡到了一把剑。回到村子时，他的童年噩梦就此开始，村子被英国士兵洗劫，姐姐为了保护贞德，把自己的藏身之处给了他，这让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姐姐被英军奸杀。此后他被送往姨妈家，他毕竟目睹了自己的姐姐惨死，每天都在极度的悲伤中度过。姨妈带着他去教堂向神父祈祷，贞德向他说出了自己最悲伤的事情。就在他坐上马车回去的时候，独自一人又回到了教堂，拿起圣杯饮下圣血，呼求着和耶稣同在。因法国国王查理6世死后遗留了很多问题，导致查理7世一直没有办法继承王位。几年后，贞德已经长大成人，在民间已经是一个形象的人物了。他自称是洛林圣女，是上帝派来的，可以帮助太子加冕为王，然后为太子而战。但查理七世的臣子特里莫伊不想让他接见那个乡下来的女孩，作为查理七世的岳母约兰德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全国上下都相信古老的预言，如果他能重新点燃军队的斗志，我们可以相信他。第二天，查理七世为了验证贞德是否是上帝派来的，他让另外一个仆人假扮成自己，如果他能找出真的太子，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当贞德站在假太子面前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出来是假冒的。这个乡下女孩在一个角落里一下就认出了这个人就是查理七世。导演在这场戏的处理用了一个真的痴痴的表情和双腿跪地抱住国王那种期盼已久的喜气而泣，来表现出那种虔诚的基督教徒形象。对于上帝要传达的音讯，太子单独和真的交谈，真的说上帝要我从敌人的手中拯救法兰西，把他重新还到上帝的手中。他命令我带你去蓝色的圣坛，在那里您将加冕为法兰西国王。事后太子并让人给他找了合适的住处并保护他，哪怕战争上的东西他一窍不通，大家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任凭这个没有文化的农家女孩带着一支军队去打仗。这既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也是这一种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贞德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找人给英军写了一份劝降书，给他们一个撤军的机会。一般劝降书都是强者给弱者写的，可当时的形势，法国的兵力是不能与英军相提并论的。法国决定是否要出兵，毕竟贞德只是个不识字的村姑，完全不懂战士兵法，只好让主教团来检视他是否真是上帝的使者。主教团问他，如果你是上帝的使者，你会不会神迹？贞德回答，法国水深火热，坐以待毙，上帝带我冲过敌人千军万马来给你们帮助，如果这不是神迹，你们还要什么？又是一个未来的预言，只有信心才能跨越。太子决定赌了这把，给了镇的军队去了被英军围困的奥尔良。进城的时候，当地的百姓都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出来夹道欢迎。在作战会议中，不识字又不懂军事常识的贞德乱指挥一通，这让太子的弟弟非常尴尬，因为他是上帝派来的，也不好对他说什么。大家一阵狂笑，这让贞德受到嘲讽的自己用剑割去了长发，看起来更像一个男人。随即他让部下写了一封信，
用弓箭传递给英军，你们要服从上帝的遗愿，放弃围困奥尔良，归还你们占领的其他重镇，然而返回你们的不列颠岛，向我投降吧。贞德上帝派来的使者，贞德在睡梦中看到了两军交战，看到自己的军队正在流血，不料当他醒来时，自己的军队正在溃退。他骑上战马，拿上旗帜冲了出去，带领溃败的士兵又一次向前冲锋。此时的英军看到这股气势，瞬间被吓到，撤回了营地，吊桥已经被吊起，大家认为不宜作战。贞德骑上战马狂奔，飞越了栅栏，砍断了吊桥的绳索，法兰西军队杀进营中，杀了不少的敌军，砍下了英军的旗帜，大获全胜。而将军杜诺斯也深表佩服，问他接下来怎么办。贞德认为首先我们调来主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他率领士兵开始进攻被英军占领的城堡。开战之前，他还是像上次那样劝说英军赶快投降，但英军将领依然嘲笑这个乡下来的姑娘。贞德并没有理睬他们，随后组织已经疲乏的军队高喊至此，一场残忍的攻城战正式开始，但并不顺利。敌人的防御攻势简直无法突破。贞德看似情况，不听取部下的劝说，依然举着旗帜爬上了城墙。结果被一名弓箭手所伤，正在进攻的军队不得不撤退。英军还以为贞德已经被杀，但令他们惊讶的是，贞德依然举着旗帜出现了城墙外。他把正在酣睡的士兵一个个的叫了起来，推起攻城塔砸进了英军城堡的吊桥，这让守城的士兵始料未及。大批的军队冲进了城堡的外围阵地。激战过后，他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贞德看着满地的尸体，他自问，这就是荣誉？似乎与他想要的胜利并不一样。他在神父面前要求所有人都来忏悔。这时候城外的英军又集结了不少的军队，必须清点现有的人数准备作战。贞德还是一人骑着战马来到了英军的面前，并向他们传达上帝的音讯，你们不走的话，这里就将是你们的葬身之地。我要说的是，看到的只会是你们的鲜血，不会是我们的。英军军官准备命令士兵作战，就要进攻的时候，英军却调转马头撤军了。很快，贞德骑着白色战马孤身前往，面对全部英军逼退了他们。赢得的这场战争开始传遍全国，全国上下都觉得那确实是个奇迹。查理七世也只能在紧迫的时间内正式驾面成为国王。宫廷筹备查理七世的驾面礼时，瓶子里专门用于驾面的圣油因年久挥发了，主教和其他宗教人士都难以解释圣油为什么不见了，也不知道从天堂来的圣友，他们该如何找上帝求助。在这些人眼里，圣友是上帝的东西，民间是不会知道的。既然上帝的礼物不见了，那见面礼该如何举行呢？这个时候，威武霸气的约兰德扮演了上帝，他把民间油倒进圣友瓶子的壮举把教皇都吓到了。在贞德的支持下，查理七世于1429年7月17日在历代法国国王加冕之地兰斯大教堂加冕。从这以后，法国国王不再愿意和英国人打仗。再者，查理七世的岳母认为建造法国的未来是不能光靠奇迹的，想要通过外交手段以和平、安全、廉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在众大臣的商量下，不再给他过多的军队去攻打巴黎。贞德最终攻打巴黎的战役以失败告终。当贞德找到国王的时候，他的回答是：现在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该和谈的时候了。但真的认为只有战争才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和平，这句话却让查理七世觉得他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之后真的执意率领军队攻打勃艮第公国，皇室贵族利用这个机会，在1430年5月23日的这场小规模战斗中，真的被俘虏了。当他下令军队撤退回城时，他处在军队的最后方，以确保所有人都退回了城里。工兵聂城因为害怕英军跟着闯入，没想到所有部队这回便将城门关下，贞德与剩余的后卫部队便遭到了勃艮第人俘虏。当时有关俘虏的惯例是，只要俘虏的家人能付出赎金，便能将他赎回。但这次勃艮第人不想这么做，许多历史学家指责查理七世没努力进行救援。他试图逃跑了好几次，在一番谈判后，菲利普公爵
将镇德交给了英格兰。在法国北部博伊的一名主教皮尔克雄，在这些谈判和稍后的审判中担任关键的角色。他是英格兰的强者支持者，并认为自己有责任确保镇德会遭到惩罚。指控镇德为异端邪说的审判是出自政治上的目的。审判的程序于1431年1月9日在卢昂展开，由英格兰占领政府主导。审判的程序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杂乱无章。影片中不但出现在镇德面前的黑衣老者，黑衣人是镇德的分裂人格，是他对自己的否定形成的精神幻想。为什么姐姐会这样死去？为什么会在战争中受伤？为什么战争中死成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攻不下巴黎城？为什么会被法国国王放弃，落入英国人手上？为什么要接受异端审判？于是出现了黑衣人。至此，黑衣人不是上帝，不是撒旦，而是他内心深处的人性。人性告诉他，你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不是上帝的使者，否定了他所拥有的神的旨意。所以他一度为了自己的性命放弃了从前的信念。可是从小对上帝的极度忠诚不允许他对宗教丝毫的动摇，于是黑衣人身份又转化了，开始否定他的人性，批评他对上帝的背叛。所以他又恢复了他的信仰，接受死亡的命运。无论镇德在战争中如何强大，如何被神化，他内心依旧是目睹亲人死去却无能为力，质疑自己为什么存在的小女孩，呼喝着复仇，充满了痛苦的自我否定。影片最后的结尾，镇德的死刑于1431年5月30日在卢昂的老集市广场进行。历史记载，目击者描述了死刑的那一幕。镇德被绑在火刑柱上，他不断的祈祷着，并向旁边的神父请求让他看着十字架。最后火被点燃，几分钟后就结束了。就在镇德被处以火刑之后，英格兰人将剩余的灰烬都扔进了塞纳河。负责点火的刽子手后来形容他当时非常害怕，因烧死了一位圣女而会被打入地狱。圣女镇德无疑是法国民族英雄，现如今还保存着完好的三个信件签名，其亲笔签名在西方世界的拍卖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今天仅存三枚，均出现在有他口授的信件上。1429年10月9日，一封有镇德口授的写给李翁人的信件；1430年3月16日，写给蓝森人的信件；3月28日，第二封写给蓝森人的信件。距离镇德被俘仅有一月之遥，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进行了一次审判。在镇德年迈的母亲伊莎贝拉·达克和法国宗教裁判所的首席法官的请求下，教皇卡里克斯特三世授权了这次重新审判。法庭在1456年7月7日正式宣布了镇德的清白。镇德为什么会被称为圣女？只是因为她是个不怕死的女英雄，还是因为她至死都是处女？显然都不是。对于法国来说，镇德出现后才是历史上的法兰西人第一次有了民族国家的神圣感。之前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法国人都是散沙似的，各自活在一个个小城邦里，根本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这一点才是镇德后来被称为法兰西圣女的重要原因。镇德的丰盛在影片中仅仅是字母一带而过。他于1920年5月16日由教皇本笃十五世封为殉教圣女和圣师，他的纪念日被定在5月30日。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